欢迎大家收看每日星座，我是陈宝元。今天是11月5号，这个视频也是专门为今天出生的天蝎座的你而制作的。今天出生的天蝎座属于现实至上的一天，你们是现实至上的人，只要发现了事情的真相，就会将事情的真相公之于世。今天出生的天蝎座优点：博学，与时俱进，现实。你们可以说是能代表家庭、工作环境、社交圈的特色人物。给你们的建议是，不要将自己的生活和其他人捆绑在一起，探究你内心的需求是最重要的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今天出生的名人有哪些呢？今天出生的名人有中国女演员董璇、韩国流行女歌手、亚洲超人气小天后宝儿、顺治帝第二任皇后孝惠章皇后、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楷模之一周韬奋，还有 NBA 著名球星、 NBA 历史上50大球星之一比尔沃尔顿、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、著名的社会活动与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赵朴初，还有被选为百年来最伟大女演员第16名的英国表演艺术家费雯丽。哇，看来今天出生的名人真的是非常厉害。希望今天出生的天蝎座你也能承袭天蝎座人优秀的星座基因，走出属于你精彩的人生路。相信我，你并不孤单。生日快乐，天蝎座，加油啊！